安期全播报，新奇酷炫早知道。10月4日，谷歌将发布今年安卓阵营的标杆旗舰 Pixel 二代。由于没有进入国内市场，所以其关注度相比 Note 8、iPhone 10还是要差一些。现在外媒 Joy Life 送出了 Pixel 二和 Pixel 二 XL 两款新机的更多信息，还有大家关心的售价。整体来说 ，Pixel 二和 Pixel 二 XL 外形还是延续了上一代的设计，不过后者使用了全面屏设计。两款新机最大的区别还是屏幕上 ，Pixel 二配备5寸1080p 显示屏，而 Pixel 二 XL 配备的是6寸18:9全面屏，都搭载骁龙835处理器和 4GB 内存。售价上 Pixel 2 XL 只有黑白，64GB 版价格是849美元，128GB 版为949美元， Pixel 2 64GB 约合人民币4300元，128GB 版本约合人民币5000元。相比这两款手机来说，最大的看点还是安卓 8.1， 对于这个新系统，谷歌强调会带来新的革命性体验，特别是拍照续航方面，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咯。